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疫后强化经济特别预算案》，上镜伫咧四月初六，地当领到6000元的现金。全面发6000元有五种的登记方式，其中有一项是登记入社。目前因为有真侪民众搁伫咧思考要用倒一种方式来领取，所以民雄乡公所特别开放财政课的窗口。民众只要早点身份证含健保卡，搁有银行簿啊，地当到场协助登记。全民普发6000元的疫后强化经济特别预算案，上紧就会使伫4月6号领到现金。伊即件就有五种登记方式，其中一项就是登记入社的方式。伊为着要让民众会使安心、较放心的来领到现金，民雄乡公所嘛特别开放财政课的柜台，提供民众来登记。咱的乡亲，大家好。今麦要开始普发6000元啊，恁敢知？伫遮阿玲足烦恼，恁去互骗去的。所以公所特别为着咱的乡亲设想，来咱乡公所申请登记，只要你带你的健保卡，若无健保卡，带身份证，过来就讲你的存折账号，来到阮公所的财政科，阮有专人为你服务，安尼你就袂去互骗了。吼，你若袂放心的，欢迎来阮公所替你服务。咱的乡亲，阮开放遮规课的财政课，所有的人员拢会当替你服务。所以来一个、来两个、来三个、来四个、来五个、来十个，拢无问题。恁一定爱来。吼，恁若讲要去 ATM 转账吼，麻烦去登记麻烦，公所绝对替恁服务到到。民雄乡乡长林玉林表示。现在嘛是有真侪民众咧观望，要如何来领这6000元的现金，所以较特别开放了财政课的全部柜台，只要带着身份证、健保卡，啊，佮有假金簿啊，就会使来协助登记。最新新闻整理，陈明雄乡彩虹报道。很高兴，嘉义县已经是第7次来参加东京食品展。那嘉义县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没有来以外，每一年都到东京食品展，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日本、跟全世界建立所谓的整个商品的脉络。那大家知道东京食品展是很多的买家来这个地方看到好的产品，那准备签约，进而建立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关系。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嘉义的农产品也可以在日本变成发展出我们的品牌，也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我们现在发展的品牌叫做嘉义优先，我们希望可以既有领先，带给大家最好的农产品。谢谢大家，谢谢。时代的改变，科技的进步，咱做产也嘛爱转变，因为这个科技让咱做事加轻松足多。产量跟品质嘛，提升真多。我们组了一个智慧农业跨域整合平台，透过专业的辅导跟补助，把智慧科技农业的好处带给我们的农民。咱若先带头来做，才有愈来愈侪人当来故乡，甲咱做伙拍拼，推动智慧农业，实现农工大县。